爸，我知影妈哦，伊真正做多端啦，也毋过我真想无你上个今日对待伊呢，是毋是妈有倒位得失哩？别紧，你偷偷甲我讲，我会听你讲啦，爸。你别叫我爸爸。我不是你爸爸。你当然是我的爸爸，你是在说什么啦，爸？我不是你的亲生咯。亲亲爸爸，是彭世明。你是在讲啥呐？无你即摆是该搬对出啦。姐子啊。主教一般都来无力，你的心若何方重发？你想要利用你，被去本家女主人的位置，想袂到方重发，甘愿死无嘛无愿意娶。只怪你无法度，落去哦。对对哦，织田老会长，一定要我关心你母阿姐，甲我骗过，你是我的亲生早嫁，好我的心肝之欢，为为别。后来过治疗，替咱的亲子鉴定的报告给我看，我才知呀，要给你不是我的亲生早嫁，你是彭世明的早嫁。尤其啊，自从你出事，我就把你当作亲生姑娘来疼。啊，这样这一切，这一切，都是因为你造成的。不怪啦，不怪你唔只系常常叫我等去陪嫁，佮二伯加培养一下感情的。啊，不怪二伯遮尔听你，事事行行拢甲你斗三工。啊，原来你就是佮揢我做妻子，互二伯去运作伊的款式，来帮助你夺回织田集团的势力。妈，搁一遍呢，我搁一遍，予你利用啊！我无欺骗齐昌，我一直认为你是齐昌的亲生查某囝，这件代志我嘛是最近才知影的。讲起来，我嘛是受害者呢，你敢免怪我？要不过你知影了，你嘛是无坦白啦，你嘛是继续隐瞒大家啊，因为你就是存心想要把每一个人好好啊利用彻底。哦，你哦，真正是这个世间上上该可恶的查某，你真正应该死死的。真正规矩死死哦！是白家人不准乱讲的啦！你上次是看卖嘞，以
一切拢是要予你家的强的。现在我就是彭青山安尼对待我，你肯定是真的吗？我不是，我不是。人讲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想做我的老母，算是这个世间上最该恶毒的查某，你根本就是鬼。啊，对，我今仔出门的时阵哦，有看日子，人今仔日是黄道吉日呢。拄好送你去死的好日，妈，你知影我一向拢上友好的，我送你一程哈。尤其啊，你唔当安尼啦，你是你妈妈，你敢真正要死？我警告你哦，你莫去看我，你莫来说讲你是我亲生爸爸，我会听你的话哦。走啊！尤其啊，莫安尼啦，你过来啦，跟你一个啦，跟你一个啦，莫安尼啦，哈。你别回去，你哪里？你别想要走。个灯啊，放开！个灯啊，放开！灯啊，放开！灯啊，放开！就看到你这条背，我要让你后不得好死啦！洪启昌，你是要丢我的命性？我先送你去西天啦！这回你，阿姐，阿姐，阿姐，有气啊！阿姐，我今晚就陪你灭灭你灭！启昌，阿公，阿公，阿公，你听听完。尤其，爱家，是我只是早惊，去早睡。阿公，你是要救我？我已经是满意足啊。讲这番戆话好无？你当然嘛是我的爸爸，嘛是爱将阿公啊，我拜托你，甲我斗三工，甲出力来，让我甲你救起来啦！我袂好好友好你，你阁爱给我一块时间呐，拜托的爸。今日阿公，是不是真心根本都无重要？阿妈，阿妈，你进来打阿公，我阿妈有袂有袂叫啦？先讲这嘛又。应该存无几口，不如放弃，可以放在我个轻松。爸还变到这么虚弱，拢是你害的呢！你竟然去讲这无情的话，连我你拢开车了，佮讲啥物你有话听我，根本就骗人的。不管你怎样恨我，我一直都是真心的。想袂到你竟然为着一个我无法度改变的事实，安尼对待我，是不是对我无情？莫怪我对你无情。这话你啊，我做鬼哦，嘛要纠缠你。就差你不得好死啊！你若落地间哦，
永不侥幸啊！我是去下骹等你。爸！阿公！阿公，你先放下！没错，爸，爸，你别冲啊！你别冲啊！不可以啊！阿公！我的最后的时刻，还可以看到你那个。我是，妈无为啊。爸，你妈别来哦，你妈别来。你不要回来！回来！阿公！美女！啊！美女！才像老来婆，你叫我一只头的，我叫你一只脚的。其实，咱参像即马安尼也袂歹啊，会当种一挂菜，种一挂水果，饲鸡或者是饲鸭，安尼日子嘛过得真好，你讲对无？你免惊，我脾气大个人，我保你。你为我所做的一切，我都有感受到。爸！爸！啊！啊！啊！爸！爸！啊！阿公！阿公！啊！啊！尤其，尤其，尤其，尤其！阿爸！你哪会安尼对待爸？你是伤害你的人呢？你哪会安这样残忍伤害伊啊？你敢还阁有人性？妈，我的爸爸是你害死的，也毋过该死的人不是伊。交代，甲解释。